近日，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演员井柏然在机场被拦的视频，引发大众关注。画面中，井柏然头顶蓝色渔夫帽，戴着口罩，身着白色长袖衬衫搭配牛仔裤。在粉丝的一阵尖叫中，他与助理先生出口通道。就在通过出口时，井柏然被门口的保安拦住，示意他摘下头上的帽子，配合前面的机器测量体温。然而井柏然对此却态度极差，他一个转身，怒气冲冲地将帽子从头上摘下，还狠狠地瞪了保安两眼，随后气愤地走出出口。不仅如此，走出通道后的他还冷漠拒绝了在场等候多时的粉丝们的签名要求，黑着脸和助理扬长而去。对此，不少网友认为他态度太过恶劣，全程摆着一张臭脸，还不配合工作人员工作。事实上，明星在公共场合利用所谓的明星特权，自视高人一等的大有人在。女演员刘璐就曾因不配合工作大闹高铁站，大喊我是个公众人物你完了，威胁民警被依法拘留。明星在公众场合是没有任何特权的，但从明星作为公众人物本身出发，他们也应该为大众做一个良好的示范。